啊，没事没事啊。老太爷，你就是你弟前老太爷吗？哦。老太爷，这个就是你的房子吗？哦。哦。没办法吗？没办法。等于说这压力也大得很哈。现在家里有没得啥子收入来源呢？没得收入来了。婆婆。啊。这儿就是你住的房子吗？哦，那住的。哦。我住的可稳了，我的房子。哦，听说你家里是五个孙女子。十五个啦。这里个哪么只有三个孙女子的？那个我老三子、老爸爸那些的吧，老大子念高中了，他们放月假。哦，老大女子念高中去了是的。哦。老三的话就去照顾他爸爸去了。哎。啊，因为他爸爸在外头生病中风了，没人住房，他去帮他住房去了是的。哦。二妹。嗯。你念几年级了？初三。初三。你叫啥名字啊？雨晴哈。你们现在吃的那个光萝卜丝炒萝卜丝的话，没有猪肉的话，你们吃的习惯不？习惯。习惯啊？觉得委不委屈啊？没得肉吃。不委屈。不委屈啊？为啥子啊？因为爸爸生病了。因为爸爸生病了是吧？嗯。没得钱买肉是吧？嗯。四妹。嗯。你读几年级啊？我初一。初一吗？啊。啊。觉得家里生活苦不苦啊？不苦，我觉得可以吧。还可以哈。啊。然后你长大有啥子理想没得？嗯，我的理想，我那么说，我至少我想走出恩阳。走出恩阳。啊、嗯，我想当律师。想当律师是吧？啊。啊，加油啊！你一定可以的啊。嗯。啊，要努力哟。好。五妹。你读几年级啊？我也读初一。也读初一吗？嗯。你今年好大了？十二岁。十二岁是吧？嗯。然后你长大有没有啥子理想？嗯，我也想当律师。你也想当律师吗？嗯。然后你们爸爸生病了，你们想不想爸爸呀？想不想妈妈？爸爸妈妈都想是吧？嗯。没事哈，你要加油哈。二妹。你长大有啥子理想没得呀？想当医生是吧？可以哈，但是要一定要努力哟，学习要好哦。嗯。像这种情况的话，就是说以后他们供不起你们读书，你们怎么办？我们就打工了。你出去打工了吗？四妹，你刚刚说你想出去打工，然后你现在那么小啊，你。才十四岁啊，那你出去的话也没人要你啊。我愿意出去试一下。愿意出去试一下哈。嗯。为啥子啊？因为你也不是最大的嘛，你上面还有姐姐的嘛。嗯，我再努力，我他们也供不起，至少我出去试一下。假如有人要的话，应该还可以，还有一笔收入嘛。嗯，那没事哈。嗯。哦。就说像学费啊，像那一块的话，我们那些一起帮你想办法啊，你不用说辍学，晓得吧？哦，要加油哈，因为你是当律师的梦哈，这个一定可以实现哈。那个阿姨，就说你看现在你家里面哈，确实比较困难，你看嘛，那些娃儿还在长身体，要给他买点肉，听见没？再困难也不能让娃儿受苦，听没？哦，还有你们那些妹妹啊，你们一定要就说听话，就说要家里面回来的时候要认真做作业，然后帮家里分担一些家务，听没？哦，那婆婆，我借200块钱啊，你这边老人家拿到去。哦，给那些娃儿买个肉吃，听没？没事没事啊，一定要给娃儿买肉吃，然后把营养给他们跟上。哦，好，进入去了哈，妹妹再见。谢谢。啊，没事没事啊，没事没事，走了走了，好，好，再见再见。咱们去上学哈，拜拜。哎，妹妹。啊。你们放学了吗？啊。啊，我刚好就说要去接你们了。我们自己就先回去了。哦，那要上车嘛，上车嘛。刚好我就是过来接你们，没事没事哈。四妹。啊。姨叫啥名字啊？
我叫李小宝。你叫李小宝是吧？嗯。你从学校回老家的话要走好久的？一般都是两个小时半。一般的话都是两个半小时是吧？嗯。然后那么远的话，那你为啥子不坐个车的？我没得钱哦，然后呢我又想省点钱，减少一点负担嘛。哦，就是说没得钱，然后也想省点钱给家庭减少负担哈。嗯。哦，那挂辛苦的哈。啊，没事没事，那我现在送你们回去哈。嗯，谢谢叔叔。没事没事。来，妹妹，吃肉啊！来，小宝，嗯，那个肉好不好吃啊？好吃啊！好吃哈！努力读书以后，每天都能吃到肉啊！好，嗯，小宝，你们三姐妹当中哪个学习最好啊？李媛的学习好一点。就是这个五妹学习好点是吧？李媛。那些奖状都是你们的吗？嗯。都是你们的哈。哦，你们得那么多奖状，你们一定要好好学习哦。嗯。你们的律师梦、医生梦一定会实现哈。那个，小宝。啊。你昨天说你想当律师，你以后如果当了律师，你怎样回报那些关爱你的叔叔阿姨们呢？嗯，我会尽我自己最大努力，免费为他们做法律援助。免费为他们做法律援助是吧？嗯，可以可以哈，以后你也帮助有需要的人哈。好。哦，加油哦。加油。嗯，加油哈。嗯。干涉掉。没事哈。啊，这个因为小孩子读书，然后我给他买了两箱那个纯牛奶哈。好，这个是小孩子的零食。好。哦，小孩子的零食。然后这个是那个牙刷跟那个牙膏哈。你们要拿到去用，然后注意个人卫生。然后这里有毛巾。这个毛巾哈。然后这里有洗发水。你们要注意个人卫生哈。然后这里是那个面条，这是纸巾，这还有油。另外的话还有那个一袋米，还买了一袋一桶油，然后还买了一袋洗衣粉，然后通过网上给你们寄过来，过几天你可以收得到哈。那妹妹，那就祝你们学习进步哈。哦，好好的在家里面。啊，照顾婆婆爷爷哈，那就再见了。再见。好，没事没事。